艋舺东三水街市场。三水街市从日治时代大正十年就存在至今，落成于昭和十年的市场建筑。新富町文化市场前身1918年下坎庄市场设置于今万华区公所位置，1922年改名绿丁市场，1931年更名为公社绿丁石料坪小麦市场。民国95年，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市定古迹，改为新富町文化市场，推动饮食教育、区域再生等议题。新富町文化市场经营定位。2017年新富町文化市场全新开放，为老市场建筑寻找永续发展的公共意涵。基本经营思维可归纳为三大方向：一、将市场建筑转换为饮食教育的场域；二、使古迹作为在地社会议题讨论的基地；三、让场馆成为连接在地与外部社群的沟通平台。以上种种，我们拭目以待。